英王室婚礼蛋糕滋味美，姐妹花烤迷你版让你尝。英国哈利王子和梅根·马克尔的王室婚礼在即，很多人想尝尝婚礼蛋糕却苦无机会。华盛顿特区一对做杯子蛋糕的姐妹创意无限，推出王室婚礼口味蛋糕，让顾客也能分享幸福滋味。早因可口甜点受国内媒体关注的乔治城杯子蛋糕店 Georgetown Cupcake 近期忙住烤制新推出的王室婚礼十二指组合 Royal Wedding Dozen， 组合中包含两指造型不同的柠檬接骨木花蛋糕，就是仿照哈利王子 Prince Harry 和梅根·马克尔 Meghan Markle 十九日婚礼上的蛋糕口味所做。为具有十足王室婚礼风，蛋糕并裹上糖霜，以便看来像英国玫瑰。路透社报道，乔治城杯子蛋糕由姐姐拉蒙塔尼 Sophie LaMontagne 和妹妹百曼 Catherine Bearman 一同经营。姐姐拉蒙塔尼说，当我们得知哈利和梅根的婚礼蛋糕是柠檬接骨木花口味，就觉得乔治城杯子蛋糕的推出特别的产品来庆祝一下。2011年时，乔治城杯子蛋糕就曾因应威廉王子 Prince William 和凯特 Kate Middleton 的婚礼推出特别系列，今年的杯子蛋糕组合则是替哈利和梅根独创，撒上珠光婚礼糖粉，并分别是以翻糖制作的英国国旗和 H&M 图样。